绍给我他的儿子。不会吧？我要选他有两个儿子。老板去烧鸡啦！对，啦，我去煮鸡啦，烧菜啦。现在用池塘的水洗一下，又用这个井水。那圆圆你会打吗？这个井，打点井水嘞。会啊。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再用井水过一遍，洗一下。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他刚刚打好了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？鸡？怎么做？嗯，我们叫他砍好，砍好，用我来烧，好吧？中国做法，好吧？看他们吃得惯吗？好，准备洗好啦。这个玩也好玩啊、哦！别玩了，农村过来、城市过来的女孩没玩过，你看他玩玩井水，打了又倒进去，打了又倒进去，这个人这么好奇吗？第一次玩，这么喜欢玩。这个什么，星星？哇，红薯也煮香了，太幸福了，这你家。红薯，红薯，还有芋头。哎，现在他们还在砍鸡，还准备烧，我们去抓点田螺过来。抓田螺？田螺，田螺。上次那个田里面很多田螺，走去看一下。走走，田螺很多的那个。妈哎！你别，田螺又不是他家的，这田里面的也。是他家吗？哦，是他家的，野生的，没事。田螺，走吧，走。你看阿姨他们在拉家常，她看到我们来很开心，然后在聊天。我们现在去准备抓田螺了，哈哈 ，A 哥。想吃田螺吗？走吧走吧。怎么了？阿姨准备介绍给我他的儿子。不会吧，快走快走，快去抓田螺。我要在这里。你留。准备打电话。准备打电话，别打，别打电话，别来，乱来。我要选，他有两个儿子。还要选啊，你这个人。两个儿子很有钱啊。高富帅吗？你明明舍不得走了，兄弟们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就真的打电话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怎么这样的？这个，这打电话完蛋了。你们看看，明明开心的不得了，害羞啊！快走，拉明明去抓田螺，快点。走。走。你看他们还在介绍，在介绍，在介绍。你看，走，我快点把云云拉走，别，走走走，去抓田螺，不准在这里了，不准在这里了，快点。这里啊。嗯，快点快点。我们去呀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那是谁啊？不知道那是谁啊？走了。去拿一个盆去抓田螺啦，拿这个盆，对。你还要抓狗？还要拿这个？嗯，拿了拿，拿一个网的。这个有吗？有有有。对对对，拿一个网，不拿个网怎么网田螺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这个，但是还要拿个网啊，网，不拿个网怎么网得到上来？那么，我找一下啊。不用拿刀了，我们用手抓吧。现在出发，圆圆走前面。不用带伞了，说抓田螺还带伞，你们这些。妹妹买水回来了，我们先喝点水。快点过来，先喝点水，再去吧。嗯。砍椰子。哎，这个是老椰子，会的。这个是老椰子，等下可以放点椰子肉啊，放这个鸡里面。啊，鸡里面啊。哦，这个椰子肉、放鸡里面，聪不聪明？聪明哈。哇，会不会？会呀、啊。怎么不会？你看着。三下就好。哇！厉害吗？不厉害。你看这个椰肉可以放在那个鸡里面，这个白白的。哦。好。为什么只吃到这个？哇！快点吃。好吃好吃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快吃，吃完去抓田螺。好的。圆圆，你看我找到一个这个做田螺，挖田螺。啊！这个他们用做饭呢。洗干净就好了，没事的。这个人。这个人。我老板什么都用。那就让我们去出发出发抓田螺，
拿那个盆，盆拿着，刚刚那个盆。在外面了。哦。走。什么窗？这里没有田螺的，在那边。那边？不是在这里，不是。不是在这里，去那边跟我走。昨天我去直播的时候发现了。发现了。嗯。这里没有田螺，这里没有了，不要进去了。有。没有，这里太少了。没有。跟你说了没有的，拿那个盆走。这里哪里来的田螺？是鱼塘。我们田螺是长在田里的，知道吗？啊啊。嗯。懂明白。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去田里面。这里有，但是有点小。鱼塘没有多少的，去田螺。昨天我一个人去那边探好，探好了，发现了。哦，你看鱼好可怜了，它怕太阳晒。我也是。你也是啊。来吧，来吧，鱼。来，我给你。你看它们鲜鲜那么好，它给你。快来。来吧，准备到了，到田了，给你们看看，昨天我发现的，哇、哦，太多田螺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不拿这个网怎么拿得到、啊、那么？不好吃。好吃田螺，好吃的。不好吃。好吃的。怎么不可以吃？你不知道。老板，老板，快看，我弟弟在放牛。弟弟在放牛啊？哪里？可怜的弟弟，这个。哪里可怜放牛？太阳很大、哦。哇！弟弟去放牛了，两头牛，看一下。谢谢。啊。拿盆过来，太多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这个好大。哈哈哈，很多、啊，哎呦，然后低一点就发，这太高了，拿不到。加油，杨澜！哎，牛奶。好、哦，来。真的，有道是现搞的。哈哈，厉害一点，他其实身体小，他可以搞到，懂吧？谢谢，咬多一点。谢谢，咬多一点啊。啊啊。嗯。嗯。哇，这么粗糙。谢谢啊。这里好多、哦。这里好多，快点哇。来呀。来吧。这里好多呀、啊，给你们看看。哇。你不拿这个盆？对啊，云云去拿盆。云云，谢谢配合，两个人看能今天能抓多少田螺啊！哇，咬这么多呀、啊，一勺！哇，这有好吃的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啊，够了。够了，云云说够了。够我们吃了。够我们吃了，走，回去，回去。在这里让他们生孩子，然后我们继续抓。怎么这个想法，云云？还还要留点生小孩，他说我再来抓，走走走，回家回家，满载而归，看看。哇，搞个有一个，有个怎么了？哦，哇，这个哇有个好大哦，这个呢？还有个螃蟹，看一下。对，走回家，现在回家坐。回家。走。就一个好大的螃蟹。嗯，好，走回家。走喽，干嘛？这个人，你帮我拍好的。鱼面啊，看一下那个牛年熟了没有？菠萝蜜。菠萝蜜。走去看一下，谢谢。你看，你妈妈回来了。这个是谁？我伯父。哦。哦。走。哦，他放一个给鱼鱼吃。因为又在摘柠檬，你看。整个水。哦，对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个菠萝蜜。菠萝蜜。菠萝蜜。菠萝蜜怎么了？像这个跟这个煮可以吗？跟田螺煮啊、嗯？不可以的，菠萝蜜跟田螺不好吃的。那怎么办？你会做吗？我不会做啊，你们家不是那个叔叔会做吗？也不会。那我还以为你会做的啊。那怎么办？都不会做。因为放在这里吧。放在这里养啊。对，养。天，那我们白抓了。对，等一下他们苦。哦，对，那行吧，那放在这里养，下次来。我们去。OK， 长很多再吃是吧？好嘞。那看，鱼给要鱼住了。
偶尔一次。哦，好的。那行吧，那把田螺放在这里养吧，我们不会做。你这个人。全部直接放丢。辛苦仙仙了。爷爷，爷爷帮忙，全部倒进去。不会做，我们抓来干嘛了？兄弟们，你们会做田螺吗？白抓，抓半天，放在这里。好，回去。太累了。那啊，云云还在抓你们，现在去做鸡，做鸡。刚刚他们叫我们做鸡了，走走走走走。不要抓那么多柠檬了，够了。云云。老板，老板。啊。这个你做好吃哎。这个我做好吃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做种子的。不是那个，干干的，你炒炒的。是炒的，可是老了，做种的。啊。嗯。我还以为可以吃嘞。这个不能吃。他明。他什么都可以吃哈。什么都可以吃，有些是牛种的，明年你吃什么？牛点种，明年吃，懂吗？啊。嗯。哇，这个鸡真大，你们看一大盆，我们现在砍鸡，砍，砍鸡。对，砍鸡来做，还有很多油啊，你看看。哇。嗯。荡过去，荡过去，我来砍。走，这个你炒了一半还是一个？你这只炒一半吧，这太大了，明天吃一半吧。太大了。嗯，我们也没几个人，我六个人啊。嗯。嗯，那好吧。这个太大。太大，对。跟你还大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我来炒。哇，我们一家叔叔过来帮我们砍了，太大了。以后我不吃细鳞了。因为什么？什么都会做，那让我来砍，然后叫叔叔。叔叔刚好来了嘛，他愿意帮我们砍嘛。叔叔在砍鸡，我们吃点红薯。你们抓田螺抓累了，好玩吗？好玩，但是太阳太大了。太阳太大没关系，好玩就行了。冬天就好了。嗯，冬天啊、哦，冬天再来。让他们多去养几个鸡。哎呀！你干什么呢？我蒜剥好了。啊。这个蒜和姜都是我刚刚去地里面拿的。嗯、厉害吗？我先炒给你们吃，炒给阿姨。在农村什么都有哈，不要去市场了。对。方便。炒给所有的人吃，炒一个中国的。好，开始炒。把这个。油啊，这个鸡的油这么多炼出来，好好吃的点放在里面。吃了这边一半在煮，一半煮越南的他们自己一半炒。OK， 开始。OK。老板，这个是什么？腰子。腰子。喜欢吃吧？喜欢，我喜欢吃。全部给你吃，好的。刚刚什么？上一次两个被我吃了。他就真快的，我刚看到，然后等一下看都没了。上次很小的，这个鸡蛋放一点点。嗯。对，把那个椰蓉搞点出来，白色煮鸡。不能了，老板。帮他，救他。要不要？不行了，要。油太多了，弄点出来。这个鸡你看这么肥，这么的油。蒜放进去，好嘞，炒，爆一下姜蒜，用鸡的油。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椰子过来炒一下。准备好了。嗯，现在准备放鸡了。放鸡。这么多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么多还只有半只在这边煮。对。这鸡太大了。对呀。好了，炒鸡了，看一下。嗯，放点盐，再放点糖。嗯。什么都不用放，农村的要自然的，高端的食材，又用原始的烹饪方式，姜蒜糖盐就可以了。好，放点水煮一下。好的。嗯，准备吃饭。椰子放进去，搞里头，再放点水，盖起来，30分钟之后吃饭。30分钟就饭。对。好的，盖起来。OK。可以就饭。嗯，30分钟。哇，舅舅叔叔是在干什么了？浇水。浇水啊？对。你？啊。去帮他。
我去帮他呀。啊？我去玩还可以，我帮他。去玩？这个很简单的，不会吗？很简单，我试一下。叔叔，把我坐坐呀，把你饿的。你会吗？你要怼很。要深一点。每一个小小事情都有方法的，你别看种田那么容易，还想种田。可以啊。这边。好好读书，不然的话你以后就只有搞这个。对，就要搞这个了。来吧，说我不会。你会，你来。你来拿手，拿手啊！不，搞完了。会还是你给叔叔吧，你不会就让他们让他，等一下又就重新注水啊！啥都不会。这个老板什么都不会，哼，还说是农村哥。我用这个井水洗一下脚。奢侈波，兄弟们，奢侈波，井水洗脚。给我的，看你，我还没带鞋。给我一点儿。你在干什么？给我一点儿。给你，你，给你打点水洗脚，打给我打洗脚。那你不是洗吗？刚来一起洗。这么好哈？老板很好的。那要给我吗？我先洗，我自己先。还是给我，这个老板，那洗吧。看老板做的怎么样哈？看看我做的。等一下问呢。大家好不好吃？这个是叔叔做的，叔叔做的是白切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准备吃饭了，天快黑了。你妈妈过来了吗？叫你妈妈、弟弟、妹妹快点。好的。准备吃饭了，大家。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好多。太假了。这是妹妹，还弟弟妈妈来了，来。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。明天我还带你们去更玩的地方。好，有好吃的吗？有好吃的。哦，好的，不能待太久了，明明等一下被别人拿走了。好的，拜拜，这个视频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拜拜。口语，对，口语。什么说？笑看风云，一路有你，拜拜！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。吃饭。妈来了，妈快点！妈妈快点！快点当场。这么多小狗在捡骨头吃，你看。